边还是有制裁师哈。我们的农地在那个小朋友的旁边，请问金城武术在哪边？再往前直走，你在这边往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直走。然后你用走路的话，应该20分钟吧。好的。然后很多人在那边。好的，谢谢。农地是前面这一片哦。另外一个界点到了，那边，环顾四周，再从这个转角走过来，左右两边都是哈，那边有一个界点，我在那边环顾四周。这一块农地啊，地主已经连续降价两次了。毕竟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。另外一个界点到了，就是前面这一片。好，影片就拍到这边，我要去吃网红名店。时尚豆皮，拜拜。